杀了我，他也别想活。你以为你能救得了他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云溪本就是一体同根，你若伤了我，他也会受伤；你若是杀了我，他也会死。你今天若杀了我， 回去看到的将是他的尸体。你想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耐心一点。你知道我有多痛恨这个世界吗？等我把云溪给吞噬了，我要让这个世界都化成我脚下的影子。 等等，怎么了？刚刚还好好的，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变成这样了。是啊，他突然就飞出去了，然后吐了一地的血，之后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就昏倒了。是不是？我带他回去。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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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
醒了，醒了，东登醒了。丹丹，我去告诉陆远。丹丹，快醒了。醒了是吧？丹丹醒了，就别起来，再躺一会儿吧。嗯，没事吧？哎呀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。哎呀，闺女，你中什么邪了呀？这是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陆岩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